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要学编织。这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款蜘蛛花结柱的棒针花样啊。织法呢不难，织出来的花样呢非常的好看，这样子的啊。首先呢，起针数需要是三的倍数，然后加两针编针啊。花样呢是三针一组花，示范呢起了17针，花样是四行一个循环，织法特别简单。我们来看第一行，第一行呢第一针挑，然后呢我们就织正针。每一针都是织正针啊，针数不多，我们把这行织完。好，我们织到这里，最后一针编针呢，我们织反针。第二行，我们呢就织一行反针，挑。好，第三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，加一针正针，右上二并一，一针正针，啊，重复这三针的织法，加一针正针，右上二并一，一针正针，加一，正针右上二并一，一针。一直这么去织，加一正针右上二并一，一针，啊，最后编针，反针。第四行，第四行的织法呢，跟第三行是一模一样的，挑，然后也是一样，加一针正针右上二并一。一针正针啊，这里也是这么去织，加一针正针右上二并一，一针正针，正针右上二并一，一针。加一针右上二并一，一针啊，然后编针反针，这个花样呢就重复着1到4行循环去织啊，没有什么难度，非常的简单。那花样呢，我们可以用来比如说织这种帽子啊、毛衣啊、围巾啊，都是可以的啊，用处比较广，花样呢也是比较别致的。好了，那这堂课呢到此结束了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